领针织上衣，这件呢是有一点微宽松的版型，然后穿起来很舒适，它的毛料不会刺激肤，所以里面可以搭个小可爱，就单穿这一件的话，在这个季节是刚刚好的。我很喜欢它这里的拼色造型，看起来有一点学院风的感觉，下摆跟袖口都有条纹设计。点落天的